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，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的一款国产独立游戏啊，名字叫做《流影》啊。这是一款国产开放世界游戏啊，玩家将扮演身世不明的女驱妖师，寻宝盗墓、解除诅咒、斩妖除魔啊。玩家将在游戏中使用多种手段冒险，植物能烧，动物能烤。允许水上漂，也可以水里游，甚至能电鱼。NPC 可攻击、可调戏，有多重选择和剧情分支。战斗时，玩家还能抽取 BOSS 能力作为己用啊！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，看看这个游戏的表现如何吧。来，进入游戏。哇，它这个游戏好像没办法调节画面啊，默认就是。精灵，快醒醒！是谁？这女主吗？我是谁？可不可以用摇杆啊？究竟在哪儿？哦，可以。那好像不能跑哦。这是瞬移，这是跳。哎，这有个什么东西？感觉这个动作有点僵硬啊，是不是啊？灵气石，它记载着我们之前的回忆。这个怎么吸这个呀？它这个适配手柄适配了，但是好像又没有适配啊。获取灵能，按下 F 键。这好像也不行啊，怎么获取灵能啊？存档。这儿。哦，这其实只是一个提示啊。不是说可以获取东西啊。OK， 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他这个瞬移动作感觉也太奇怪了。尝试攻击附近的火把，可以让武器附着短暂的属性元素，将其点燃。这哪有火把呀？我想知道怎么攻击啊。这个看一下手柄啊，A 键是攻击 ，B 键是技能 ，Y 键也是技能 ，X 键也是技能啊 ，R 键是视角 ，L 键移动，UI 选择，然后上键左右武器，下键点击交互。防御功能，瞬移和跳跃，背包多功能。OK，ESC 退出，游戏设置。OK。我要怎么去哪里拿这个火把？我都没看到有火把呀。灵气石，它记载着。这，啊？是我前面没有拿东西吗？好像也没有吧。看一下这儿啊，后跳乃身法基础。SS 或控制器下下尝试激活后跳。后跳。哎呦，他这个手柄提示没有做好啊！试试。后跳可以拉开距离。SS。哦。应
该就是这个。OK， 然后它这个跳跃好像有这个体力限制啊。但我现在应该怎么走呢？尝试攻击附近的火把。这他妈附近哪有火把呀？而且我也攻击不了现在，因为没有武器。看一下，没有背包呀，也，对吧？没有，啥都没有。啊，是我哪里打的不对呢？灵气石，它记载着我们之前的回忆。储存一下。这哪有火把呀？后面貌似有三块石碑。哦，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没有看全，所以他不给我们走？哎，那你这个提示，这引导做的好奇怪啊！快速进阶身法，名曰瞬移。控制器二 T， OK。那应该是那面还有一个。这个动作还有这个音效真的做的有点奇怪啊。他在等你。鼠标左键可以连续释放攻击啊，这是 A 键， OK OK， 我们可以去点燃这个，可以跳起来这个飞啊。这个游戏真的感觉是一股子比较廉价的感觉啊。 OK，应该门会开吧？啊，对，开了。这个游戏好像是独立游戏工作室做的啊。其实我感觉它的野心有点太大了，可能它的人撑不起来这么多东西。给你的庇护还能持续一段时间，好好回想一下。我操！怎么就直接开始飞了？啊？间隙攻击一式和二式收集状态震和转，然后 E 技能触发横扫，能帮助除妖师快速清除。啊？哦，有，他是有这个技能的哈。OK， 走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啥呀？这个蓝色的？我操！炎炎吸白载灵气而化妖，正好练手。来吧，哎呀，不行啊！战斗的手感。尝试瞬移或后跳，强制中断动作，提高身法流畅度。战斗的手感很差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我觉得不是战斗的手感，是它这个战斗的音效太差了。这音效，你砍了跟那个。这感觉怎么说啊，就是没有一点这个战斗的反馈啊。这个战斗音效你必须得大改啊，要不然真的没法用。按 B 键可以激活背包或者拾取，这应该不是按照按 B 键，是按哪个键啊？哦，这是个，这怎么拾取啊？哦 ，OK， 菜单键，按 F 键可以存档啊，又可以存档。OK， 这个绿色的是干嘛？哦，回血的这个是。对，蓝色的是存档，绿色的是回血。哎，我好像血没回满。满了，哎呦，前面那不是 boss 吧？这是，好多时了。哇，等会儿，哇，
来吧，给我来连招。好，这 boss 只要无限闪避不就行吗？哇，这死了是吧？这个音效啊，这个战斗反馈，我觉得制作组一定要改啊！离开后，实在是就要靠自己了，实在是太奇怪了啊！看一下，那应该叫什么？武器技能是吧？也不知道捡在哪儿了。OK， 继续往前走吧。这是什么？OK， 妖力结晶，好，把它给拿上。但是这个我要怎么用啊？好吧，我发现旁边其实是有路的，我们就不走这个梯云洞了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面这个感觉太奇怪了，好吧。那我们走走试试啊。唉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爬上去啊，这也太蛋疼了。它是空中可以跳两段啊。 OK， 怎么还没到啊？这用手柄非常不友好啊。好，达成了一个成就，可还行。再来一次啊，应该就 OK 了。OK， 啊，上来了，哎，是吧？给回个血，这边存个档啊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哎，怎么还倒地燃烧了？这怪物刚刚不都打了吗？刘颖，这刚来开头啊，我感觉他这个引导做的是真的不太行啊，尤其是我都用手柄了，你全给我弹键盘提示。咱能不能做一个判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用手柄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来手柄的提示？你说你明明都做了适配，然后不提示。哎呦，这里怎么感觉又像是一个，这干嘛的？石碑上刻着神秘符文，需要特殊条件才可以激活。供奉犬皇种，看一下是不是要在这儿找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有个人，这是谁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走啥呀？这位大哥，这是哪儿呢？大妹子挺标致，凌风谷啊。此话当真？他大爷的，该不会是盗墓贼破了老子的法？啥意思啊？这也没啥提示呀。看一下这个，看姑娘这扮相，灵这咱就不清楚了。幽夜宫有降焰，是有降焰灵物。降焰。哟，采药人，这会儿也没采到啥上好。哎，这 NPC 也有点潦草啊。
就要炸了，是吧？也不知道这个蓝色的是干嘛，为什么要放在这儿，就很莫名其妙的在这儿放了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可以，这个动作反馈啊，真的绝了。这是凌风谷啊，天宫封印之境，在这儿存个档，没问题。进去看看里边是啥。他这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小迷宫啊？也是，都有点像塞尔达的迷宫试炼那种意思。我们直接往上走，这里 有很多怪物。玲珑之乱五百载，神女化尘飞九霄，曾天宫于地界，灵力化石成魔，立约护剑境，终敬此身。不太懂。这地上的图，地上有什么图啊？一个龙。不太懂。来，我们打个妖怪。他这个锁定感觉也好奇怪哦。而且怎么血这么厚啊？啊！我操！这砍小怪我都感觉我在刮痧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没血了。哎呦，干掉了一个啊！哎呦，我操！啊！玩不下去了。我们要不然就这样吧，就玩到这儿吧。好了，然后这里是主角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旭啊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啊。先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是国产游戏啊，叫做《流影》啊。我个人觉得这游戏做的是非常一般啊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下。然后游戏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 Steam 平台啊。好了，这里是主角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旭啊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啊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